今天我们来吃个鹿茸锅包鸡汤。鲜美。这个鹿茸锅就是脆嫩脆嫩的。新买出鹿茸锅，到家清水洗一洗，拿来煲汤，拿来炖鸡肉，拿来炖排骨，拿来炖五花肉，拿来烫火锅，拿凉拌，拿来炝炒都行。四包更划算。平时拿来炒个五花肉，炒个腊肉。我这里面就放了盐巴、姜片，别的没有放，还有那个鹿茸菇嘛。今天我们来吃个炸串吧。这是鱿鱼。
再配上贵州这个香辣料，香辣料做烧烤，做蘸水。贵州这个香辣料拿来做烧烤、做罗锅、做蘸水这些都行，做汤料。我这个是一袋一斤的，大家都可以选。大家夏天到了，吃个烧烤解解子。姐妹们吃不完，把它那个封条把它封上，这里有封条，然后辣度可以选的，它配料表很干净的。这个是我吃的，快吃完了，我吃了很多袋了。好香，这是土豆，炸辣椒，这样炸一下，放点就是放那个料哈，其他都不放，放点葱花最多。太香。这个拿来做火锅蘸水，做烧烤，做罗锅，做汤料都行。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啊。鱿鱼放了葱姜料酒去腥，焯一分钟，然后才做。吃饭，今天吃一个小炒泥鳅。辣椒茄子，剩了几块肉。